初发心菩萨不少啊，我们现在受菩萨戒的啊，在家出家的初发心菩萨很多啊，他会不会退转呢？会退。为什么？他的心不坚定啊，所以他会退转，而且很容易退转。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本身烦恼习气太重。那第二个呢？外面的缘，外缘不善，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。啊，你要是抵不住，你马上就退心了。啊，能够抵住外面的诱惑，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。古大德常说，最大的诱惑是什么？高名厚利，你动不动心？啊，现在不比高名厚利了，小小一点甜头就变心了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李老师早年讲经的时候跟我们说个比喻，啊，菩萨救的人啊，他所居住的地方40里之内有法师讲经，法师讲经的人就是法师，不论是在家出家啊，在家居士也称法师啊，他代佛说法。受了菩萨戒的人不去听经就犯戒了啊。菩萨为什么去听经呢？做影响众啊，听经的人很多，大家就有信心了。哎，大概这个人讲得不错，你看看这些人都来听啊，所以给大家做影响众啊，佛法才能兴旺啊。啊，40里以前是走路啊，啊，40里要走4个小时，4、5个小时，听一堂经，再回家。啊，现在交通方便，以前没有啊。啊，那么你听经，要是有个人来给你报信，你家房子失火了，火烧起来了，这个时候你还是继续听经，还是赶快回去救火？那赶快回去了，这心不坚固，你那菩萨心不是真的。那真的是佛法是大事，这房子烧掉无所谓啊。老师跟我举这个比喻，那菩萨一心在道，一心在正法救助，一心在帮助众生，啊，如如不动，啊，小小境界来的时候，你心就乱了，慌了，啊，赶快退席回去，回家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所谓七情五欲的诱惑，能不动心吗？
能守得住吗？啊，一动心，守不住，马上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天台宗别教对于信位菩萨比喻的好啊，像什么空中之序，漂浮不定啊。啊，空中之序是什么？棉花了，棉花很轻啊，啊，风一吹，它就飘动啊。啊，所以是故初发心菩萨确实有退堕之患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点呢，彼为众说，这是不确定的一句话。啊，意味纵然真是菩萨，倘有疑惑，上舍大利。这是无量寿经钞里面讲的，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也。这个说法也说得好。啊，真是菩萨，如果不真学，要想不退，太难太难了。只有真正开悟了，明心见性是决定不会退转，得定都不行。都还有经不起诱惑的啊，明文利养财色名食啊，这个关不容易过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凡夫自己要承认自己是凡夫，要承认自己有烦恼，这些习气都没有断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这两桩事情，一个就是诸佛如来的，啊，就是开悟的人，他们自信的智慧德相现出来了，我们肯定不怀疑。第二个，相信自己，佛说的本来是佛啊，要相信自己，只要真正发心学佛，肯定有成就啊，发心学佛是实心做佛。我们为什么就不去做佛？啊，相信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种子，通通都有。你想学佛，你就能成佛；你想学菩萨，你能成菩萨。啊，你要贪图名闻利养，那你就到轨道去了。啊，你嗔恨嫉妒心很重，你就到地狱道去了。啊，所以设法界的因全有啊。你起心动念，这是缘呢、啊。你向哪一个法界，都是你自己
成就的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深深相信，所以一切境缘我们就很容易处理，而且处理得非常好。啊，顺境来引诱我们，啊，名闻利养来引诱我们，财色来引诱我们，啊，这一般叫顺境啊。我们感恩，啊，为什么感恩呢？他来考我，我起不起贪心？我不起贪心。啊，因为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我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我依然用平常心看待，这就对了，这一个考试就通过了。来考试我的老师，我要谢谢他，我提升了。啊，反面逆境来诱惑你，啊，恶人逆境来回报你，来羞辱你，来陷害你，啊，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来考我的，都是帮助我提升的，都是善知识，啊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只有感恩的心，真的提升了。不经过考试，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哪一个等级。考试越多，关关通过，你的等级不断向上升啊！你能不感激吗？你要不感激，你就忘恩负义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善缘恶缘、顺境逆境，通通感恩。啊，我们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给大家回向啊！啊，以一个真心对待一切众生。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所以境界现前，我们想想，阿弥陀佛，境界现前，阿弥陀佛会起贪心吗？阿弥陀佛会发脾气吗？啊，不会。那我要学阿弥陀佛，我也不应该呀，啊，不应该有贪念呢，不应该有怨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佛法我们真学到了，真管用啊！啊，所以你就天天生欢喜心，啊，得受用了吗？啊，记住古人有一句话，好像是富大师，唐朝时候的，这是个大德居士，啊，他是个财主。他把家财全部卖掉，得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船上，船走到长江中心，把底下砸个洞，全部沉下去，不要了。其实他这种做法，就是一句话告诉世人，世人一定要问呢，这些金银财宝你不要了，你拿去布施做好事不是好吗？
为什么要把它沉到江里头去了呢？他就留一句话说，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比好事还要好啊。啊，以后怎么过日子呢？编草鞋，卖草鞋。啊，一双草鞋卖一两个铜板。他就这样过日子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弥勒菩萨化身来的。菩萨了，不是凡人。啊，他这种视线的时候，就是教人一句话：好事不如无事。啊，因此含义很深呢，就是教我们随缘不要攀缘。啊，不要去有心去做好事，遇到了要做，遇不到了别去找事。啊，做好事要钱呢，你看今天有人送钱来，那就得替他做好事，没人送钱来就太好了，没事啊。啊，决定不要去找事，你的心永远是静的，永远是定的，这叫真好事。啊，世间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啊，人人都能这样想，都能这样做，天下太平。这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啊。哪些容人喜欢做好事的人？啊，所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几年，台湾提倡，社会提倡，好人好事。我们老师把这个四个字写在黑板上，啊，好人好事，啊，写上去之后，然后他在那个下面那个好字上圈了一下，啊，圈了个圈，圈了先念去声，怎么那怎么念法呢？好人好事，就喜欢做事。啊，这老师给我们的印象很深的。啊，这就教我们可别好事啊。啊，好事你就错了。啊，社会上这些诱惑你挡不住。不好事就没事。好事你就有事。啊，所以说这两种说法并不相违背。啊，都说得好。大利即经中真实之理。啊，真实之理是什么呢？十方不切凡，不切凡是佛，叫梵语。啊，住真实慧也，开化闲事真实之际。真实之际就是自信啊，于真群蒙啊，这是拯救六道里面一切众生，会以真实之理。这个真实之理就是弘扬净土法门，劝导大家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是真实之理。干这个事情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帮助众生达到究竟离苦的路。啊，一生当中啊，圆满成就啊。
这个事情难知难见，只是遇到你不容易遇到啊，你更难见到。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幽昙花是昙花啊，昙花一现啊，昙花都是半夜开，开的时间很短啊，不到半个小时花就谢了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它很稀有，很难见。啊，今者难逢能逢，难闻能闻，而不信受啊，辜负风恩，故云未涉大礼啊。啊，人生难得，我们得到了；佛法难闻，我们闻到了。啊，尤其是闻到大乘净土，更不可思议的，你听到这个无量寿经，你遇到这样的注解，啊，这个经本，这个注解，肯定帮助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，因此而得度。啊，真正超越生死轮回，真正超越了十法界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诸位要想做好事，印经，印什么经呢？就印这部经。为什么？这部经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法轮。啊，你要学经，我也劝你专学这部经。啊，往后末法有九千年，我们帮助众生是帮助全世界。啊，所以需要很多人真正修行。跟大家做样子啊，做出榜样来，真正念佛往生，往生的瑞相让大家看到啊，相信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能把这个经讲得透彻啊，讲得叫人生起信心啊，帮助大家破疑生信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，这一部经可以做得到。其他的法门经论是很多，很好，我们欢喜顶礼赞叹。那为什么呢？太难了，要断烦恼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不但要断烦恼，还要断习气，你说多难？断烦恼已经不容易了，断习气太难了。啊，所以遇到一定要相信的。佛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劝导我们。更显得佛对我们的爱护，对我们的关怀，啊，对我们的慈悲教诲，啊，如果不信，
不能接受，辜负奉恩啊，这就是经上讲的为舍大利啊。下面宽慈净土法门，一尘怨海啊，何况这个净土法门，一尘是佛一佛尘，就是这个方法，这个门径的，它的目标是成佛，这叫一尘。如果它的目标是菩萨，这叫大乘。啊，如果它的目标呢是声闻缘觉，那叫小乘。啊，如果学佛只求人天福报，那叫人臣天臣啊。所以我们学习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？净土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啊，不是成菩萨，所以叫一尘缘海啊。那么它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六字弘明啊。六字是观上南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名号，南无是印度话，意思是皈依，是尊敬啊，或者说归命，都有这个意思啊。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越简单越好。所以早年莲池大师在世，这段事情记在《住床随笔》里头，你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，有人向大师请教念佛的方法，怎么念？他教人念六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别人问他，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的呢？他说，我自己念阿弥陀佛。人家奇怪了，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，你念四个字？别人未必有求生净土的心，加上南无好，那么恭敬皈依啊，加上这个好，我是决心要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客气话就不用了啊。因为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智持名号，名号就四个字啊，南无不是名号，所以就不用。这是说明修行的方法越简单越有受用啊。那么在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大概最简单的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啊。这四个字了不起，就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叫你圆满证得佛果啊，你的成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啊，真叫难行之法了啊。许多人听到不相信的，这么容易，你真能有这么成就吗？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六字弘明，信愿持名啊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你要真信真愿啊，我哪里都不去了，
啊，天上我也不去。啊，玉皇大帝让位给你，你要不要去？大梵天王让位，你要不要去？摩西首罗天王，这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福报最大的，摩西首罗天王就是色界天的天王啊，第四禅的最高的，让位我们都不要啊，我们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学习啊，毕业了就成了阿弥陀佛了，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吗？成佛了吗？毕业就成佛了啊，成什么佛？成阿弥陀佛。你学阿弥陀佛的课程，肯定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是利益当中啊最真实的利益了，是大利当中最大者也。于此不幸呢，永设大利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啊，那你就是这一生当中真错了啊！这一生当中干什么错事都无所谓啊！为什么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？遇到尽宗而错过了，这真是永失大利，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，大错特错啊！你怎么会做这么一桩错事？如千手经，千手是观世音菩萨，若于此陀罗尼，生疑不信者，啊，陀罗尼是梵语，指的就是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是总持法门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指这一句名号，指这一部经，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。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啊，都在这里头，叫总持啊。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啊，都在这句名号里头。名号跟这个经本呢、啊，这是陀罗尼啊，总持啊。啊，如果是生疑不信，当知其人永设大利啊，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你错过了，你对他怀疑，你不相信，你真错了。百千万劫中轮转我道，无有出期，你造了什么业？对这个圣教怀疑，你看，疑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贪心，大家晓得魔鬼头啊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。傲慢修罗刹道，怀疑，现在这里讲的怀疑，对圣教的怀疑比前面四种还要重啊。我们看对应这个灾难，
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贪心干的是水灾，洪水。啊，嗔恚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现在地球的温度上升，是什么？现在地球人的脾气很大，所以温度上升，这属于火。风灾啊，愚痴是风灾啊，以前也有大的风灾，很少啊，没这么严重啊，现在这风灾很可怕。啊，我过去住美国德州，啊，听说今年美国德州的时候，曾经两个月当中发生200多起龙卷风，这历史上都没记载的。啊，愚痴啊，啊，傲慢是地震，干的是地震，啊，那怀疑呢？比前面四个还严重，还严重。啊，怀疑感得的是大地疏松，很容易沉到下面去了。啊，大地会沉到海底去了，高山会崩塌掉了。你看，怀疑比贪嗔痴慢还厉害啊，这个怀疑是对身教啊，特别是对净土。